是真善查德利王乃至真善婆罗门等，尤其入世助功德故，名不虚受果人的俸禄，一切天龙要叉鬼神乃至杰杂布达那等皆生欢喜，慈悲拥护一切法界真实福田，以生欢喜慈悲护念。这跟那前头是相反的啊，前头是哪吒的列王，现在是善叉的列王，善婆罗门。因为他们据说有利益众生的功德，所谓利益功德呢，那果这个果道都行善事。那么这样子做就依着佛法而行啊，就是哪的鬼王，哪的鬼王就是揭扎布达那，是哪的鬼王，就是说神，神里头有善有哪，这鬼也有善鬼有哪鬼，就是人间有善人有哪人。这段所说的跟前头的那个哪的查德利王相反的了，就是行十善业的，行十善业的国王，行十善业的婆罗门，乃至于哪地鬼神的神王，他不做哪而又护法善，哪地鬼王都做善事。他们看见国度很难进，做善事的人多，由是因缘呢所居的国度，就是这个国度啊，所有的一切有情，看见呀，辗转之盛啊，说善业呀，辗转的增长，难闻丰乐。邻国的兵戈不相侵害，恭敬这个国家的人民的道德，都来向他归服，向他归服。那么的呢，使这个国家的人民乃至于国王都做好事儿，都是好事儿。就是劝修善业，恶业枯去了，恶趣就消灭掉了。人家过去经常讲，这个国度很平难的，家家的夜不关门，没有盗贼，什么都没有。大家互利做好事儿，别的那些个国家都得归附于他们，愿跟他共同做好事儿。天人呢，人间的善呢善事多，天上的天人增长；人间的恶事多，俄罗刹那些个鬼神就增长。那鬼神跟天人也作战呢，咱们经常讲嘛，天帝跟那个魔王，跟魔王波旬也是经常战斗，经常战斗，那人都做好事了，有烦恼就少了，烦恼少了，乐趣就渐渐消灭掉了，
再进一步修大乘道，住持菩提道，六波罗蜜多，不思忍辱禅净智慧啊，都修这个六波罗蜜。那么修善法的多，邪道的邪法就少了。这样子呢，就可以常时离开乐友，在生死苦轮当中，能够不被淹没，不被沉没，常亲善友，遇见诸善知识，遇见诸佛菩萨，恭敬诚挚，诚无沾秽。不久，当随心所要，他心里所喜欢的，各个安住于佛国度，这个就不同了。生佛国度就生极乐世界去了，还有一切净佛国度啊。正得无上，正等菩提，因为善事做多，能够升净佛国度去。这一段经上所说的就是，说这个国家人民生活非常愉快，国家很安定，邻国呢也不想侵害了，都恭敬这个国家，这国势啊很强大，国势很强大啊，国势强大了，外敌不侵了，国家就富强了，富强人民就安居乐业了。尔时众生一切天地悉如眷属，乃至一切毗舍遮地悉如眷属，从坐而起，礼佛诸，合掌恭敬，而拜佛言：“大德世尊呐，于来世后五百岁，于此国度，法欲灭世，要有真善刹帝利王，乃至真善婆罗门，与十讷伦。”智能远离，也能劝他令其远离，能护善护自他，善护后世，护持正法，使三宝的种性永远不断，戒令之事无有断绝。这完全说是好的啊，跟前的那个是相反的。就在这个时间尔时啊，就是在这个法会的当中，这个法会是地藏王菩萨请佛说，佛说在未来的末法的时间，也有好的时候，有好的时候啊，好的时候嘛，就是善业行善，善业行善。毗舍遮，毗舍遮就是吸血鬼，在鬼类当中啊，毗舍遮就是吸血鬼，专吃人间的血的，乃是畜生的血的，那么这个毗舍遮是果王，吸血果王。跟他们的眷属，他带着都是吸血鬼。凡是说这些个大鬼王来行善业的，那个鬼王绝不是鬼，都是菩萨化现的，他度那一道的。吸血鬼怎么能有十三业升起呢？就是声明了，这是菩萨示现在一闹那个道那一类
这是菩萨化现的。凡是看佛经里面说的那恶鬼、恶鬼神的王，一定是菩萨化现，不然呢，他进入不了这种佛所说法的法会。咱们那地讲《地藏经》的时候，说《地藏经》那时候那些鬼王。那些鬼王怎么能到玉皇大帝那宫殿去啊？那都是不是化现的啊，明白？而且是他所说的。他说这个国度的佛要灭，法要灭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呢？灭法10000年，最后那500年。咱还没进入，咱是末法10000年的前头500年。他说这10000年最后的500年，佛法全要灭了。说这个国度啊，佛法要灭了。在法要灭的时候，还有这个刹帝利王能行善业的。而真善刹帝利王，乃至于真善婆罗门，与十讷伦，前头所讲的十种讷伦啊，都能远离，能够劝一些国内的人民都要远离。远离什么呢？十讷伦，让善业增盛，让善业增盛。那么再说这个末法10000年呢，时间很短，在经上都讲劫，讲劫，那就时间很长。末法10000年之后，以后就是没佛法了。这个中间呢，一直等到弥勒佛降生，这个时间就是正式的讷法的时代，不是善法的时代。说在最后那个500岁中，佛法都要灭了，还能有这些个好的国王、好的婆罗门来度化众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都是那些个菩萨化现。那大乘大觉十轮经以地藏王菩萨为首，因为他向佛说，说这个地方啊，我去受生，就是在十讷伦王那些没有佛法时候，地藏王的发愿，他要到那地方受生。他到那个地方是生的化现的婆罗门也好，化现国王也好，自然的都行十三业了，不会行十讷伦了。要言之，如佛所说，入世等人呢，这鬼王跟佛说呀，就是到那个时候，这些个人害于三乘法，小乘、中乘、大乘三乘法啊，恭敬听受，终不隐藏。这个隐藏的含义呢，就是使这个十善法增长，不隐藏善法，讷法不能够把善法隐藏。
与三成人就说法了，嗯，法要人来弘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要人家弘扬三乘法，凡是在这个末法时间还能够弘扬正法的，都是三乘人。那这些个对于佛法供养不令恼乱，乃至于佛三宝物勤守护，不让善思不让的非人来侵扰，我等眷属是虚邪鬼鬼王啊。他说我跟我这一起说鬼，对这个真善的刹利帝王、真善的婆罗门，我们都去拥护他。就是讷鬼的鬼王，领他的一帮讷的吸血鬼，来拥护善法。所以这些个在末法的当中，讷鬼神拥护善法，那都是菩萨化现的。在经典经常说护法善神，这一个护法善神都是受过三皈五戒的。当我们存三皈五戒的时候，有些个神有些个鬼掺杂其中来受三皈五戒的，也有这类的善神化现人身。这类很多很多，不是咱们肉眼所能见到的。说咱们有五戒，说吧，你持五戒，持一戒就五个护法神护死你，那你五戒都能清净，五五二十五个护法神。说你破一戒而少了五个护法神，五戒都犯了，一个护法神都没有了。说要持清净戒，你一破戒善神没有了，讷神可就来了。那你不如意的事儿，什么都发生了，什么都发疯了。在三乘人、三乘法、三宝物，三乘人呢，要听受佛法。学来也得学三乘法，三乘人就是护养供养佛法，令他不扰乱。三宝物呢，要么勤加耐护，不认令他非三宝来侵扰。要是这样的来护持的善法增长，就十善业道啊增长，就善神多，讷神少，这里头所讲的令其十法皆得增长，勤加融合，令其十法增长。哪十法呢？何等为十？一者增长寿命，这个大家都喜欢，愿意长寿。怎么样才寿呢？那护持三宝，恭敬三宝，
恭敬三乘法，恭敬三乘啊，人、佛、菩萨、声闻，护持三乘法呢，小、中、大三乘法供养。那你要勤加守护三宝物，才能寿命增长。这寿命增长不是哪个人啊，全体的啊，整个这个国度人寿命都增长。二者呢，增长无难。凡是那个地方，地水火风，地里没有地震，没有风灾，没有火灾，没有水灾，什么难都没有。要想寿命长，不要害生病啊，增长无病，增长眷属。现在咱们这个时代很困难呢，增长眷属啊很难。现实的社会当中，大家看到了，都是眷属分散，子女不认得他父母，他父母也不奈何子女。这在古来过去是很少听说，哪有妈妈杀儿子的，杀女儿的？那现在多了，多了。儿女杀父母的也很多的。害病的人，不论大小医院，假设你去看，全是满的，什么到医院检查病，到诊所看病，病人特别多，增长病，不是增长无病，而增长眷属。眷属不但不增长，是减少的，乃至甚至没眷属。增长财宝，现在这个世界大多是穷苦人多，有钱的少。增长子女，子女们你生活所需要的一些器具，增长自在，不自在，烦恼太多了。增长名称，啊，互相毁坏，破坏名誉。增长善友，增长智慧。假使能做到十善，消灭十恶轮，那这十种都能增长。增长长寿，大家都知道，增长没有灾难呢，很困难呢。这个不论有钱没钱，有钱的灾难还多一点，人要抢你呀。所以人的灾难能够减少。遇到灾难都是化险为夷，化险为夷。但是三宝，真正的三宝啊，不是那些个前头所学那些个啊，真正的三宝有持清净的比丘、比丘尼，乃至于读诵大乘的，精持境界，读诵大乘，善护佛法，对三宝恭敬的，
这个才能没有难呢。明明是难，到他那儿就没有了。这些个我看见很多，我也深受过。我们在西藏的时候，我跟着我那上司下巴人母亲，有的经常到各地方讲经，我都跟着去。西藏说请讲经的时候，就请你啊，吉祥修两个法，不是像咱们聚会很多人给你讲一部经，不是这样。请那喇嘛去加持加持，请他念念经，啊，这样意思。那一般的走路上呢，啊，就是几个人嘛，啊，跟随的弟子啊，照顾他身边的人呢。但是我们走路上，啊，都去寻那个地方。别人说你别往前走了，前头有土匪。那我那上司说，他说咱们照常走，不要管他。我就跟他说了，我人家说有土匪，我去干啥？等会儿去嘛。他说不，等咱照到那儿去啊，土匪就没有了。那么跟着走嘛，果真，土匪抢完了那一批啊，土匪就他抢了很多东西啊，他就回去把东西，啊，回到他那个土匪窝，分东西了。那么过去没土匪，刚我到了驻地了，听后边的人那说，我们走后，后的人又被抢了，那土匪又回来了，那前头被抢，后头被抢，中间没被抢。等你到那儿，土匪走了；等你过去了，土匪又来了。类似这些事儿啊，很多很多，啊，所以行善的人，行善的，不说修道的人，而你行善做好事儿的人。你发了菩提心，增长你的善根，啊，这个大家都晓得。现在说长寿，一般的人说求长寿，要是那个没有苦难的人，长寿还很好啊，还享受嘛，啊。经常害病的人，又没人照顾呢，年纪又老了，你说你这个长寿那是活受罪啊。这长寿有什么用处呢？说你的寿命长，什么灾难都没有，没病，没痛苦，说长寿是好事啊。如果有灾难，有病苦，那受罪啊。过去人说，人活七十古来稀。那从古来啊，活到七十岁啊，很稀少，很稀少，是吧？人人都求长寿，啊。其次呢，增长眷属，增长眷属。你自己很吉祥，你是很吉祥，跟着你人都给你享受吉祥。如果你很痛苦，你眷属跟着你很痛苦，那眷属增长有什么意思呢？增长不起来了，啊，增长财宝。人人都要喜欢，因为他能背叛五欲嘛，增长财宝。人人都去求，人人都增长不了财宝，那要福德，啊。咱们经常看见，咱们讲善财童子，文殊师利菩萨。